前提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，具体请闯入我森林，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，我的领地需要你，都铜墙铁壁，那谁来负责表心意？当猎枪响起，看看谁在回避。我内心表现很积极，一路都能尾随你，我尽量保持好距离，忠心让人看不起，是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狐狸，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，就已被看腻。华丽，温度太低，感受不到我善意。具体我心脏在哪里，怀疑那种经历配得上这种陷阱，用我领地讨好你，像迷失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，当空枪响起，狐狸还在原地。我还要怎样取悦你？举止要纯洁无比，我尽量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。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狐狸。那种经历配得上这种陷阱。